一个大角度的变化球挥了个大空棒，但是捕手没有办法把球接捕，靠着不死三振上到了一垒。我第一个球就跑 safe， 球是什么？很大胆，第一个球就发动了盗垒攻势。这个球投手没接到，到了后面，黑手接到之后行进间的传球，虽然林俊凯脚程不错，但还是抓到。刺杀了林俊凯，邱志成则是靠着那一滚地球上三垒，会有点重叠，好不好传还是另外一回事。安可达第一个球结果不理想，左半边三垒手游击手都过来，曾传真没接好，哇！我通常啦会说台南球场大概五到六点或六点到六点半之间哦，可能夏天会晚一点，但我觉得秋天会早一点，天色的影响。我觉得这颗球跟天色影响，跟个人判断比较多，对，应该就是好像想要做下一个动作，那个接球会比较明显。如果受到天气影响的话，其实它应该是在站位的地方跟球的位置，但是看起来它好像一直都有掌握到球的位置。最后感觉上球还没有确实接近手套，就好像有一点想已经准备要拉手套过来传球。